您看在座的这些，应该都是看金龟子姐姐节目长大的吧？应该是。打小看，太看了。小的时候你们给金龟子姐姐写过信吗？还真得提一提啊！我想写，我经常和同学啊，和我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一起聊，我们也写一封信吧。邮票太贵，买不起。哦，是啊。对，那时候写信真的要有邮票的。主要是啊，这个当时因为小朋友参与太热情，就是你几乎是没有机会能站到金龟子姐姐身边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时候都特羡慕那电视机里那小孩，真想坐电视聊着，能到那儿去跟金龟子姐姐在一块儿。今天给大家一机会，你们都可以上台跟金龟子姐姐站一块儿，咱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。来，你们到台上来，来。我们这个长大了的小伙伴们。好，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已经来到舞台上了啊。作为相声演员，应该语言能力都非常的强啊。我们接下来这个比拼呢，其实就要和你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啊。具体这个难题让婷婷给他们来出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大家用四字成语来形容一下我们非常喜爱的金龟子姐姐。主持人不打个样吗？哎，我觉得也是。各位手下留情。其实我打个样可以，我可以一上来先说十个，说十个你们就没得说了。你说他们真没词儿了啊！这个那就从那边开始吧。来，从这个文峰开始。成语啊，小巧玲珑，这可以。好，江涵涵，美若天仙。哎，哎呦，这个好，美若天仙。张玉，经久不衰。哎，人家节目一直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天真烂漫。永葆青春。好，永葆青春，这也是个美好的祝愿啊。伶牙俐齿。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伶牙俐齿也算行，也算行啊。不带重复的啊。历久弥新，历久弥新，哎，表示时间很长啊。来，这就要麻烦，有麻烦。来，先来吧。小巧玲珑，哎，说过了，说过了，说过了，小巧玲珑，头一个就是小巧玲珑。哎，好，那个童心未泯，童心，哎，这可以，童心未泯 ，OK。长生不老，长生不老，这挨着吧，这是孙悟空，永远不会老的。孩子大王，等会儿啊，你在哪本？这是你们来，我想想，成语了，不是成语，江涵涵，哎，不说我说了啊，来，他自己说，天真烂漫，说过了，说过了，是吧？淘汰。天真烂漫，张玉，你俩这怎么回事？咱俩这记性不太好。异想天开，就说这个想象力，这是个节目啊，可以，张玉的节目。江涵涵，你想起来了吗？我先站住了。你已经两轮不说了，你先兜着吧，兜着那啪叽先掏出来。好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这不都是词儿吗？你怎么告诉我的？你让我站起来了。五。他说完了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我要好好学习。我觉得这一轮啊，大家形容的还都是不错的啊，就是江涵涵，你应该得提高一下。我好好学习啊，这样给你一分钟时间，你检讨一下。检讨。我不应该不好好学习。金龟子姐姐，如果遇到这样的小朋友，对对对，怎么教育他们？哎，一般这种情况，其实我们不批评小朋友，不批评。他在电视节目当中有这么一次难堪，将来他可能自信心啊各方面就都会受到打击。这个时候我们会鼓励，比如说旁边的小朋友，你能提醒一下他吗？我不愿意啊。咱们要互相帮助，你看他有不会的地方，你要当小老师教他，好不好？你愿意当小老师吗？我愿意。哎，那你告诉他一个成语，让他来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，一般都是这样的来引导小朋友有最好的状态带给大家。对，好，再次掌声送给大家，很棒。